孩子，孩子，爸爸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就是刚才做饭的时候被火烧了一下。 去吃饭吧，爸爸，你自己先吃吧。爸爸，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那里危险。孩子。 是，孩子，你根本没有烧伤。海文哥，他布下了炸弹。是你。 告诉黑梦，南城门那边设有炸弹。 海峰，别俩变成猪掩护！好。
政委，我走不了了，把枪给我，我来掩护你们，你们赶快撤！不，我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要把你救出去。韩文，听我说，独立团没有我没关系，要是没有你就完了。不行，政委，我们一起走。别废话，赶快撤！要走一块走。嗯。 周海文，对于你的这一套，我早就有提防了。哼，你作为我的学生搞了太多的破坏，实在叫我是忍无可忍了。我已经给你很多的机会了，可你却还是一意孤行。 作为你在日本的老师，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。小参军，你做了太多的罪孽，你欠我们中国人的债，迟早要还的。你闭嘴！<笑>你看一看，啊，从这四个门，你根本沉不出去。嗯。 你们死定了！拿下武器，投降皇军。我将成全你的英雄梦。你和你的兄弟们，统统下地狱！你放屁！你才去死了！韩风，从这边走，注意掩护。好。
要不是你和董海文，我的惠子就不会死。啊！我要活剥了你！我要活剥了你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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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顾振东！啊！你忘了你跟我说过的话吗？啊！如果你不爱我，啊！你就把我打死！快走！这是命运！我要走。
看谁来了。海文啊，孙叔，啊不，冰山同志，冰山同志，海文，坐。海文啊，当前日本鬼子调集重兵展开武艺大扫荡，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最黑暗、最艰苦的时期。现在小藤俊又跟古镇堂他们联结手来，疯狂围剿咱们独立团。咱们独立团的形势，我很好，已经弹尽粮绝。我就是找你们来商量一下，看咱们下一步怎么办。目前最严重的是冀中鬼子搞的铁壁合围的囚笼政策，到处都是封锁沟和港楼，别说是爆破的行动了，就连出山都很困难。小鬼子严防死守，简直无懈可击。我在想，既然我们没有能力保护通定，与其让小鬼子一车一车的往外运通定，不如豁出去，把核心矿井大窑山铜矿给炸了，让矿脉资源深埋地下。您觉得呢？就目前这种情况，这倒也是个办法。咱们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让日本鬼子把咱们的铜矿全给挖空了。这样吧，我现在回去让联络员联系一下矿上我们的人，随时接应你们。好的啊。哦，另外你们两个人的入党申请，组织上已经批准了。等你们完成了这次任务，我主持你们的入党仪式。好安心啊！东海湾的独立团有些西湖美出来了，他们真能撑得住去。根据我对独立团的了解，他们长时间没有行动的话，一定会有大计划。大计划？你说的意思是，他们有可能最后拼死一搏？是。对于董海文，我现在晚上睡觉都得睁一只眼睛。我现在连觉都不敢睡了。把荷叶调调井下，做好一级戒备。从今天起，我搬到大窑山进修办公，一有情况马上通知我。嗨，哥嫂，你要加大矿井盘查力度。既然他们肯来，我们也好好分配跟他们斗一斗。一起准备几百张东海湾和韩红的火山四处张贴，一旦有人发现他们，马上抓起来。是。另外，共党组织无功不入，矿山的矿工都给我摸一下地，别进不干净的全部都给我抓起来。矿山一旦发现上面工，马上给我汇报。是。那边全都是日本人的铜矿，开采面积非常大。哎，董团长，韩副团长，哎，然后多时了吧？这是咱们那个矿区的老张、老秦，这是咱们独立团董团长，也是大名鼎鼎的一声雷啊。过奖了，说正事吧。好，最近不知为什么，古镇堂的自卫军对矿区突然加大了警戒力度，小藤俊亲自坐镇。鬼子的警犬经过特殊培训，对爆炸物极为敏感。另外，层层都有岗哨，进到井下还有鬼子检查。这么说，要带炸药进去，还不太可能吧？对，古镇堂现在对我们也加强了监管，今天好不容易才混出来。看来小藤俊早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是啊，小藤俊跟古镇堂还准备了几百张你们的画像，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你和韩副团长了。另外，矿上最近对生面孔也盘查得很严，那怎么办呀？哎，对了，矿上最近有没有回家探亲的人？哦，是有两个。有没有跟我身形差不多的？哎，我有一个老乡叫马宽，身形跟你差不多，长相稍微差一点，只是脸上有一大把胡须。有胡须？好，有胡须好，个性鲜明，容易隐蔽。帮我找个会化妆的人。铜矿通道结构图带了没有？带了。
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，从这条路走，就这儿。到时候我会从这里面穿过去，一直引通进去。老刘，你跟我一起进去吧。好，好吧，就这样，分散。好，大家回去。走走。看来还不错，我就想看看你还认不认得出我。海文啊，我就知道你会在这儿。任务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没准这是我最后一次喂这匹马了。哎，连个人都没找着，想了一个墓都不行，这辈子真的对不住他了。小凤那么像你，他不会怪你的。我跟小凤，我俩五岁被老太太收养后，我们俩就认识了。这么多年，只要他开口，不管什么事儿，我都会答应他。他这脾气，一半是他天生的，还有一半是我和古振堂把他给惯出来的。我知道你对他还……别说，都过去的事儿了。他这辈子跟着你，没有跟错人。也许这是我和小藤俊的最后一战了。以后但凡他的生日和忌日，别忘了替我给他上炷香。你说什么呢你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必须得给我平平安的回来，独立团少不了你。我这个团长牺牲了，你这个副团还得接着干。这叫做前赴后继。身边的人一个个都没了，二哥、娘，还有小凤，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，就剩你这么一个兄弟了。谢谢你把我当兄弟，好好活着，我唯一的兄弟。好，好好活着。我下去，你接应。好。海文，啊，我还有件事想告诉你。啊，什么事？就是你爹他牺牲的时候，我也在场。我总觉得黑木不是像你爹放黑枪的人。他虽然举起了枪，但是他开枪之前，你爹就已经中弹了。那你是说许平三，还是古振堂？也不是古振堂。古振堂特地交代给我，让我保护你爹的性命。那你的意思是许平三？许平三他在你爹身后的树林里边，如果是他开枪的话，你爹应该是背后中枪。对，这么说，是另有其人，又是谁呢？刘署长。不可能，他没有杀我爹的动机。但是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想。算了吧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经过了这么多的血与火的洗礼，我早就没有报仇的侠义心理了。只是有一件事我一直放不下，虽然我爹替我们找到了邝美婷，但是没有人可以证实他究竟是怎么死的。族长到现在一直不肯相信他不是汉奸，所以一直不让下葬到祖坟。等打完这一仗，我跟你一块找证人，为你爹平冤昭雪。就剩下这几个人了。啊！你要是再不把他找出来，老子就把你脑浆子给你打出来！看！坏了，已经暴露。宽，探亲回来了。啊，走吧。
才那个马宽怎么回事？老婆生孩子回家了一趟，刚回来。也就是说，这段日子他没有在咱们的监视之内。他老婆生孩子。快去拉响警报！哎哎。这菜团怎么那么香呢？加了点花椒大料，挺他妈会穷讲究，吃糠咽菜还放花椒大料。古司令命令，马上封锁井口。马宽下去了吗？马宽刚下去，快点走。还一道岗，这警报一响，肯定过不去了。把房门给我，把房门给我。你碰到这座楼，你还好，在我前面走，快，老赵，快走，老赵，快走，快走。什么？董海文已经进入矿区了？我马上过去。海文在哪里？马宽已经进去了，他手里拿个饭盒，里边有花椒味儿。什么？饭盒花椒味儿？啊！这个味道干扰了冷泉的视觉，饭盒里一定有炸药。次长，我。里面还有一道小子，走，我们走。为什么不吃饭？我胃不舒服，吃不下。走。
你停！开这个车，把我们送下去。我是酒驾的，我不会开。黑木君，操作这个车必须是自己人，因为万一操作不当，就会车毁人亡，分身碎骨。那怎么办？ 为什么在操作台上呢？悬挂那么一个大大的铁管呢？啊，这是我们矿上几十年的老规矩。操作缆车的人一旦打瞌睡，操作失误，那个大铁块就会掉下来，把他砸成肉饼。啊，缆车上的人就安全了，因为缆车就会立刻自动卡死。那你为什么一定要黑木操作？啊，我在上面说过了。 得用咱们自己人，黑木是咱们自己人，操作又很简单，他不会打瞌睡吧？不觉得，你别对我人说好话啊！哎，我有几个胆儿啊？ Thank you.
怎么回事？几个矿工闹事儿，我把他们崩了。你坐吧。宽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一手的？顾振堂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看样子，你一切都准备好了。说的对，小藤君，还记得你给我上了第一堂课吗？今天这个就是我的功课。童海文。还记得我的第一堂课，你不愧是我最杰出、最得意的学生，老师为你感到骄傲啊！可我有你这样的老师而感到可耻。海文，别急啊，不要冲动。我今天过来，就没想过活着出去。杀了你们两个，我也就死得其所了。杀了我？你那么恨我？